的手帮我放另外一边。对对对对 ，OK。基隆市长林佑昌透过视讯将基隆特色伴手礼送给桃园市长郑文灿，随后还隔空为郑文灿戴上2022城市博览会纪念帽。郑文灿也相当配合，两人展现绝佳默契。哎，可以哦，可以可以，哎，文灿可以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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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染疫无法亲自率团前来的郑文灿表示，非常佩服基隆市长林佑昌透过城市治理成功翻转基隆市，因此希望经由这一次参访交流，学习基隆市政府如何在有限资源下持续推动市政建设。佑昌市长非常了不起的地方是，把一个这个有限资源的基隆，那么做了一个整体的有深度的大改造。那这个改造对于基隆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长远的，而且改造的方向是多元的，从空间的改造，到这个商圈的改造，到交通的改造，到历史文化的改造。那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城市治理的典范啊，所以我才要求我们市府团队都要来看。那基隆是海港，也是台湾历史的起点。那桃园是空港，哦，是工业的聚落的所在地。那各有不同，但是其实我们基隆跟桃园哈，那么在北台湾里面，都是努力的在首都圈当中展现自己的魅力跟特色。北北七桃虽然双北在核心，但基隆跟桃园也不会被忘记，因为我们努力的把我们的城市特色做出来。那请我们的团队和他一起去交流分享一下的基隆城市治理的经验，这个城市博览会真的很有价值，我觉得佑昌真的做到了其他县市所没有的。林佑昌也亲自导览并说明如何在短短七年让基隆市成功蜕变。林佑昌强调，举办城市博览会就是要证明基隆市能做到，其他县市也能，希望能够把我们在城市治理上面的一些价值跟经验能够跟大家来分享，也让市民朋友知道说，这几年基隆城市的一个蜕变哦，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而是它背后是有一整套的一个价值，还有治理方法在背后支撑。那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治理的一个理念呢，能够分享给全国其他的一个城市。而对于党内有人推荐市政成绩获得好评的林佑昌参选新北市长，林佑昌不愿正面回应，而是再次邀请国人把握机会到基隆参观2022城市博览会，了解基隆如何从三高城市蜕变重生。北北基桃是一个首都的生活圈哦，那这几年大家都有看到基隆的一个蜕变跟再生哦。那现在我们基隆正在举办城市博览会，非常的精彩，欢迎大家来参观。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